水官大帝宝告，至深归命礼。杨谷洞园清华宫中，布四十二曹骸九千万众，掌管江河水帝万灵之事，水灾大会劫数之期。正一法王掌长夜使魂鬼神之职，无为教主，六众身功过罪福之由，上解天灾，度业满之灵，下制幽冥，分人鬼之道，全亡皆泰，利济无穷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下元五气解厄水官，金陵洞阴大帝，杨谷帝君。水官大帝宝告，至深归命礼。杨谷洞园清华宫中，布四十二曹骸九千万众，掌管江河水帝万灵之事，水灾大会劫数之期。正一法王掌长夜使魂鬼神之职，无为教主，六众身功过罪福之由，上解天灾，度业满之灵，下制幽冥，分人鬼之道，全亡皆泰，利济无穷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下元五气解厄水官，金陵洞阴大帝，杨谷帝君。水官大帝宝告，至深归命礼。杨谷洞园清华宫中，布四十二曹骸九千万众，掌管江河水帝万灵之事，水灾大会劫数之期。正一法王掌长夜使魂鬼神之职，无为教主，六众身功过罪福之由，上解天灾，度业满之灵，下制幽冥，分人鬼之道，全亡皆泰，利济无穷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下元五气解厄水官，金陵洞阴大帝，杨谷帝君。回向文：愿以此功德回向大慈尊，加庇众宗亲师资并眷属，普惠诸众生，皆成无上道。